阶层电源气源将保护器推上，按开关按钮启动设备，将传感器插入传感器插头，锁点击主菜单，点击含量模式，设定充气含量，国标85，按确认，插入充气管，将传感器及充气管插在玻璃上，按启动，充气达到含量之后自动停止，返回主菜单，定时模式选择，设定充气时间30秒，按确认，正常按启动，完成充气即可。传感器校准，点击校准，通过实时数据反映的值调整零点参数、满点参数。